第一遍用刚烧开的沸水单独泡米粉，泡十分钟，泡到这种程度。吃吧。第二遍还是用刚烧开的沸水泡米粉跟所有的料包，再泡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卷味螺蛳粉现在有活动啊，一箱立减现金格外再赠送一大包的酸笋，外加一大包的腐竹。正常一包酸笋是15，腐竹一包是6元，还是不包邮的啊。现在只要下单成箱冲泡或者水煮，就格外再赠送两大包的配菜。卷味螺蛳粉，太好吃了。我现在吃这个是新款，新老款自己去选去啊。太香了。